见了。见了，想要认，那就拿出实力。参观校园的吗？这回你一定要露出破绽了。快去图书馆找书。我没有管他们，我把他们当朋友。这个力量。这个力量，给的是知识。唉，可悲的术士。多么美丽的光！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
有灵魂可以吞噬了。你的存在就是在冒犯我。要有灵魂可以吞噬了。你的存在就是在冒犯我。大风浪要来了。你的愿望就是你的境遇。